后来这首歌怎么样才能唱好呢？首先要注意，这个后字是由三个音组成，里面有转音，后，千万不要唱成后来，或者是后来，是后来，后，咪瑞哆哆，后来，要把它唱清楚。其次要注意的是这首歌的换气口，我给大家标出 V 就是换气的地方，但是我终算学会了如何去爱，这个如字前面就不能换气，所以呢，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，后面才可以换气。现在大家跟着我唱一遍，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，可惜你早已远去，消失在人海，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，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